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最经典的广式月饼。活了几十年第一次做月饼，没想到这么简单，我们一起来做吧。碗中倒入200克转化糖浆，8克碱水，在网上都可以买到。玉米油80克，充分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颜色一致。倒入普通面粉280克，翻拌均匀，搅拌至无干粉，再用手按压成细腻的面团，然后装入保鲜袋，放入冰箱冷藏1到2个小时醒面。再准备豆沙馅儿，40个一个，揉成团。醒好的面揉成35克左右一个面团，用手掌按压成小饼，放入准备好的豆沙馅儿，然后用虎口式包法，注意看视频中的手法，慢慢的收口，不要扯拽面皮儿，这样容易破。包好的面揉成团，上面撒一些干面粉，再把多余的面粉抖掉，然后用模具按压成月饼的形状。包好的月饼整齐地摆入烤盘中，上面撒一些清水，防止烤干。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，7分钟左右出炉定型。出炉后刷上一层薄薄的蛋黄水，一个蛋黄加入15克清水调成蛋黄水，再次放入烤箱中，15分钟左右就可以完全出炉。快到中秋节了，给家人做一些吧。